看这边这个小哥带了一窝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个当什么养呢？你看毛这么长，这马上比我头发都长了。你看这一只，我的天哪，这一只更厉害，这简直就是中长毛了。你看这个，正儿八经的拉布拉多是短毛，不过手的，就是手指从这穿过去，毛发不能这个从手里面溢出来，贴身短毛，背毛刚硬，但是里面绒毛柔软。这个家伙厉害了，你看这一个，我的天哪，这家伙可以说是马上成小金毛了，浅色沙滩金了都。呦，抓疼了，抓疼了。这什么狗，小哥？拉布拉多。你别跟我开玩笑，这是拉布拉多啊？那我不信，这个我感觉到这个给金毛给拉布拉多生的，金拉，还是蛮可爱的啊！你看，像金毛和拉布拉多的串串，不像纯种。你看毛发太长了，谁家拉布拉多毛这么长？尖嘴猴腮的，我的天哪！像这小狗什么价，小哥？400一个，哎呦，那价格可不低啊！这么小，哎，那只腿上还有伤，你看，那只腿上还有伤。你抱抱我看，你看这个腿上绝对有伤。那哪位烫嘞？你看，看，你看这里，这是真菌，这不是烫的，这是一种皮肤病。你看，这是一种皮肤病，你回家得打理它，治好它。像这小狗撑死的，他家要换，别放一个了，放个假。你这要换，你还得给400吗？啊，这个包我要400是吧？想讲价啊，一定要讲团购价，就是要完的价，要完的价，然后再给他聊。只有团购价才能把价格全部压下来。但这种狗，你看这个还好一点。还稍微像那么一点，是那么个回事，对吧？毛发还短一点，头版一般嘛，但400的价格太贵了，这跟小串串似的，不行不行，这价格实在太高了。小哥，这小狗100一个行不行？要一个，300都不给我，哎呦不行，那狗叫串串，你这么瘦，你也没给它驱虫没打针吧？取中了没打针吗？哎呀，28天就打第一针了，你这没经验养的。啊，自己那你，哎呀，没功夫打理，他这没功夫打理，他养一个玩生的这么多。你看这个骨瘦嶙峋的，我一碰他都摔倒。你看，这个就刚刚还是这一个，你看腿上真菌，你这个得给他喷药，不喷药好不了。真的不喷药好不了。2、4、6、8，8个给你500块行不行？8个狗给你500，我回去好好给他医治医治，给他治一治啊，行不行？这不是纯种的拉布拉多，你看这毛长的，不是纯的啊。最低多少？8个，我听一句，8个多少？4800，你让吗？483200，让个零头行不行？让3000，不理我了，小哥都，小哥都不理我，骨太丑了，骨架太细了，毛也太长了。不就瘦一点吗？这狗。对，不就瘦一点吗？它胖一点就好，就贵。我说回去给它怎么给起来？哎，那你太深了，我告诉你吧，不行。我天天弄点肉堆堆的，反正不费劲。那你一喂肉，这个小狗一拉肚子，才不行了。不要我操心了，对给你最后一口价，这8个狗给你1000行不行？8个给你1000行不行？8个给你1000，你给2000都不给你？2000都不给我，小哥生气了，你看2000都不给我，不给我，我不要，你有你的狗，我有我的钱，我走，那我走啊，小串串有货。